去别人家尴尬的事。好久没见了，小王。就是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哦。你要我咋过吗？你要我咋过吗？嗯，你咋过的吗？你不稳定，这不是我妈的声音。说话，我咋了嘛？我没挣钱养你们母女吗？你管过吗？我问你，我的良心问一下。咋了嘛？吵啥子？这就吵起来了，好尴尬。这会儿我问你，你跟你爸还是跟你妈？吵啥子嘛你们？爸爸还是妈妈？哎呀，你干啥子嘛？跟哪个？紧到问啥子嘛？跟我啥事情嘛你？你还晓得？你跟那个女的说啥子啊？啊？你说啥子啊？我问你。天哪，什么八卦？说啥子？我问你。我要房了，你给我，那我给你买一个房子嘛，你要房子嘛，你要房子。如果我有两周山，不能，我就是为国在这儿啊，咋办？留着钱干啥？不要喝什么？我说我要走了，我妈好苦啊。哎呀，阿姨，我妈让我回家了。